我又退两步了。不想吃吗？这个表情是闹哪样？就讨厌。找新鲜的草莓吃。靠！我去那边逗那只鸟。老师答了半天，你就吃一口吧。我要吃了！太好了，我好感动啊！是只好牛。有点像吃零食的感觉，开不到。还要吃其他的吗？好吧，别笑，老子撒尿了，我再给你拔其他的啊，不要着急。铁毛，面对诱惑，就你给它拔的是那种杂草吧，它要吃那种绿的嫩草。他不自己谁都不会挑的，真是的，你帮他挑。哦，大部分都绿的了。还是那个牛好。咬我了。是有经常看到什么爱上一只牛啊之类，人类跟牛的感情。